爱音乐，只爱你 ，Music FM 993，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。大家好，我是闪亮云晴。之前你有把普通话的歌曲变成泰文，你觉得变成粤语歌也可以吗？我觉得要是有足够的时间的话，肯定是不会难倒我的。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唱的好的，但标不标准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就得看未来。就是如果说有有去做到的话，就也可以让各位会听粤语的老师们来听一下，自信点，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个节目就唱一个广东歌，我们也知道其实接下来可能也是有类似的节目，然后致敬国语歌曲，就是普通话的歌曲。如果他们会邀请到你，你会愿意吗？我当然特别愿意，就是如果说我可以自己，我可以把自己送上去，就是不用来找我，我可以自己送上去。因为我首先我觉得毕竟我也是一个演唱者，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以我的方式去演唱一些有可能经典的歌曲，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对，但也得看就是各位老师们会不会喜欢我的声音，就希望能有这个机会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不错的一个节目跟机会吧。我也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的声音，这样。之前你有参加过一些恋综，想知道你的理想型是怎么样的呢？我其实我没有什么理想型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理想型，但是我希望这个人他会做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爱吃。首先是我爱吃饭，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家是我爸爸是比较会做饭的，然后每次看到我爸在做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怎么说呢，就是看到他背影在做饭啊，在剁菜啊什么，我就觉得很温馨吧。就是我觉得很有安全感，就可能也是爸爸的光环，所以希望说能有一个会做饭的男朋友，就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应该也会跟我爸一样很细心吧。标签就是暖男，会就做饭的暖男。对，暖男，但是性格要幽默一点的那种。第二个标签出现了，就是幽默。对对对，再多一个吧。正能量。哦，正能量。OK。对对对。第三个呢？有钱。说有点太真实了。好，我觉得第三个得有上进心，就一定要有上进心。嗯，我就外表我没有说一定没有什么想法。刚刚你说了。你是一个爱吃的人，请说出你喜欢广州的三种食物吧。叉烧包，叉烧包，叉烧包，然后菠萝包，菠萝油还是菠萝包？菠萝包，菠萝包，菠萝包，有是不是里面一定有菠萝的菠萝包？没有菠萝的菠萝包。第三个，第三个就是那个肉，那个蜜汁，那个叉烧，叉烧，对，就是其实你最喜欢的是叉烧。其实我很喜欢吃顶，就是顶三，就是那些小，就是小吃，就那像那个凤爪，这是什么吗？凤爪呀，然后那些什么虾饺、排骨啊，排骨，虾饺是那个虾饺，对，虾饺，对对对，羊叉，然后还有那种黄的。奶黄包、流沙包这种，真的，我们会有机会吃甜点。我们会在广州有机会看到你喝茶吗？反正我昨天就是去吃了一家。哦，那不错。名字的，我们广告费要。啊，去吃了。这感觉怎么唱来着？这感觉。哎，这首歌很少唱的，几乎不唱，因为是男女对唱。这感觉怎么形容？老师，等会儿给我一次机会。